假如说。怎么就这么欺骗老太太呢？是吧？面对这样的中老年人遇上这样的事情，我有两点提示。第一，买房也好，卖房也好，投资理财也好，等等等等，经济活动，家庭成员之间一定要携手并进，不能够你不信任我，我不信任你，然后我独自做主。第二点提示，我们通常总是在劝慰我们的当事人，你应该去咨询专业的律师，应该去找正规的中介。可是我们的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他们要收费呀，要收很多钱，舍不得。其实在你的整个交易过程当中，他们所收的费用是小钱，而你要获得的利益是最大化。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有类似打算的，能够以此为戒。